只有一个人讲。客人出去要喊什么？谢谢。谢谢好，我要出去，我数到三哦，一、二、三，怎么都没有声音。那再一次可以吗？那我要进去哦。要冲的。哦，这样子可以哦。那我要出去哦，再一次哦，一、二、三。谢谢。哦，谢谢你。有没有说？有人要吗？谁要举手？谁要举手？好，你再喊这一次就好。那客人要出去喊什么？谢谢光临。对，要大声一点。谢谢光临。好，我们接下来。